大家好，我是钱包大叔。最近啊，有一款发明啊，非常的吸引人，一个月之内就吸引了差不多1亿用户。这个的话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然后呢，很多人就纷纷做出各样的预测，比如说啊，这种聊天机器人的话呢，它可以做很多的海量搜索和研究，然后形成一个答案交给你。然后的话呢，有些职业可能就朝不保夕了啊，比如说医生，是不是是真的这样呢？比如说你跟这个聊天机器人讲述一下自己的病情，你叫他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就能够帮你看病了吗？我其实对这种发明也是很期待的，因为如果说啊，这个机器人的话，他非常的了解跟熟悉低碳水饮食，那我们这么多人要跟他提问的话啊，有这么一机器人就方便多了，对吧？啊，就比如说我30多万粉丝，大家都来问我一个问题的话，那我累死我也回答不过来。但是如果有个聊天机器人能够自动的答复大家的问题，那不就解决了吗？但是呢，且慢，让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聊天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给出正确的啊和我们想要的答案。现在我们就在谷歌的这个聊天机器人的界面啊，今天有机会可以试一下，看看它对控糖方面啊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它的答案是不是说和这个我们常规听到的是一样的？它应该是说自己可以去做海量的搜索和研究，再来提供相应的答案啊。我们现在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糖尿病治疗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然后它的答复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生活方式改变和药物治疗来控制血糖水平。生活方式改变包括控制饮食、增加体育锻炼、减轻体重和戒烟等等。药物治疗包括口服药物和注射胰岛素。治疗方案根据糖尿病类型、病情严重程度和个体差异而定。治疗方案应该有与医疗专业人员共同制定和监督啊。这个的话呢啊，是完全没有提及到低碳水饮食的，这说明他搜索的依然是常规的这种知识啊来源，所以的话呢，他有这样的答案并不奇怪。现在我们问第二个问题，低碳饮食对糖尿病有效果吗？啊，他起码承认啊是一种对糖尿病有效的饮食方案啊。啊，后面的说法的话呢，不能说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然后，并不是适合所有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方案，每个人的营养需求和背景不同啊，治疗方案要根据个体而情况而定，建议与医疗专业人员共同制定和监督治疗方案啊。这个呢，不能说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也不是一个特别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低碳饮食中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是多少？他回答的这个比例呢，是碳水要5%到40%之间啊，然后蛋白质20%到30%之间啊，就是按照热量比例的。脂肪呢，30%到60%啊，应该说他的这个比例答的不是很正确啊，因为我们的话呢，一般来说啊，低碳水化合物啊，碳水化合物在10%，蛋白质20%。脂肪应该占到70%，显然它的这个信息来源啊，肯定不是一个典型的啊，这个推广低碳饮食的啊信息来源。再问一个，低碳水饮食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它的答案是，调整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需要逐渐进行啊，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在个人需要和医疗建议的基础上进行，确保身体获得足够的营养啊。它就还是把这个碳水化合物潜意识中还是当成一种营养啊。然后要有正确的蛋白质来源，鱼肉、蛋、肉类、豆类，然后注意脂肪的摄入，避免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啊。这个的话呢，显然是一个传统的错误的认识放在这里了。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可能会导致缺乏某些重要的营养素，例如纤维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因此需要选择高纤维和营养丰富的食物，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补充维生素跟矿物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可能不适合每个人啊，对于患有肾脏问题、代谢异常啊，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常规的认知啊。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生病的话呢，在低碳水饮食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是可以得到缓解的啊，甚至会出现逆转啊，所以的话呢，它这都是一些常规的传统的错误的认知放在这些里边。就说机器人它是摆脱不了常规知识库的啊，这个是它的局限性啊，这个它是摆脱不了的，它不能自己独创一个答案出来，对吧？所以的话呢，它的这些答案其实基本上都是它搜索的这些信息库啊，然后进行归纳总结的啊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再问一个比较难度大一点的问题，低碳饮食需要补充哪些矿物质啊？看它是不是知道这种答案。他把镁列到第一位，钙列到第二位，钾列到第三位啊，磷、他列出了六种矿物质，应该说这六种矿物质呢都是很必须的，但是它的这个顺序的话呢就不太正确了啊，因为我们看来是钾是最重要的啊，这是缺钾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是镁，嗯。钙的话呢，并不是说食物中会缺乏，它是如何进入我们的身体啊？它是通过我们，要加强维生素 D 啊和 K 啊这个方面的摄取，可以加强我们身体对钙的吸收啊。然后的话呢，磷啊、硒啊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啊，一般人并不会有特别缺乏的这种情况啊。
锌的话呢，你像因为低碳水饮食吃肉蛋菜是吧？这些方面吃的相对比较多啊，所以的话呢，其实肉类里边含量比较大的这些微量元素、这些矿物质的话呢，不用太担心的啊。担心的话呢，应该是说像是钾呀和镁啊，它这个就是植物类的食物中比较缺乏的。再问一个问题，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多少钾？它的答案是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约2000到3500毫克啊。这个答案跟我们在这个美国得到的数据实际上是并不一样的啊。每个成年人在美国的数据是4700毫克的钾。同样的问题，我再拿英文问一遍啊，它的答案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呢，可能是稍微多一点点啊。也是2000到3500毫克的钾，所以它的这个答案完全取决于呢，它搜索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库。但是呢，这个知识库是正确还是错误，那就不一定了，对吧？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它搜索到的知识库是垃圾信息，它出来的就是垃圾信息。如果它的知识宝库的话呢，知识信息来源，是正确的这个信息，那么出来的就是正确的。再问一个，糖尿病人血糖控制的目标是什么？现在的话，用毫摩尔每升啊这个单位，它的空腹血糖目标呢是4.4到7.2啊，这估计都是从哪儿抄来的哈。餐后血糖，餐后1到2小时低于10毫摩尔每升啊，这个的话呢，其实是远远高于我的目标范围哈，因为我是3.8到7.8之间啊。糖化血红蛋白是低于7%啊，其实应该低于6%啊，才能算是达到这个跟健康人一样的标准。血糖控制在3.8到7.8之间，看这个是什么水平。这个有意思了啊！对于非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一个健康的血糖水平范围啊，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非常理想的范围之一啊。这个答案我还是很满意的。当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制定和实现个体化的血糖控制目标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病人可能需要不同的目标范围，根据年龄、健康啊、状况、食物、药物治疗等因素进行个性化调整啊，这也没说错。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最好与您的医生讨论您的血糖控制目标，以确定最适合你的血糖控制目标范围。他这个是没有说错的，但是他至少是承认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非常理想的啊，这个目标范围之一。再问他一个，药物治疗能够帮助糖尿病人避免并发症吗？讲了一堆啊，都是教科书，我估计啊，然后呢，他起码他承认了哈，虽然药物治疗可以有效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消除风险啊。再问他一个，有可能通过非药物治疗，比如说饮食控制来避免糖尿病并发症吗？看看他怎么回复。他的这个答案的话呢，第一句啊，他说是可以通过饮食控制来避免并发症，他对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然后非药物治疗是吧，饮食控制、体育锻炼、戒烟戒酒啊，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减少并发症的风险。然后饮食控制糖尿病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呢，他后面这些就又是那些常规的这种误区的这种陈词滥调了啊。高糖都没说错了，把高脂也放进去了啊，高盐也放进去了啊，富含纤维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蔬菜啊，这个本来没问题的，又把全谷类的食品啊放进去了啊，所以的话呢，它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的这个知识来源做的一个收集整理啊。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啊，这个也说没说错，戒烟戒酒这个也没说错。然后呢，他说非药物治疗并不能完全替代药物治疗啊，它可以作为药物治疗的重要补充啊。这个怎么说呢，也是常规知识那一套啊，因为我们知道低碳水饮食的话呢，对于绝大多数人啊都是可以完全啊摆脱打针吃药的。刚才跟这个聊天机器人有这么几个来回，可能大家也看出来了，这个聊天机器人的话呢，它其实并不能做独创性的啊这种思想啊，给你一个独创性的思路啊，或者有什么独创性的知识，这个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说从现有的常见的啊它能够搜索到的这些信息库中啊去进行检索，然后进行归纳整理，然后给你一个答案。如果它检索到的知识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是垃圾，就是常见的啊这种陈词滥调的东西啊，本来可能就是误区中的东西，那么的话呢，它不可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用英文说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也就是说输进去的垃圾，那么输出来的还是垃圾。在目前这种常规的治疗方式、常规的知识啊，里面有非常多的错误的情况下啊，那么你指望聊天机器人到里面去找出正确的知识，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尤其是关于低碳水饮食的啊，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尤其如果要给你一个具体的啊，这个因人而异的一个指导，那也是不可能的。它不具备从错误的知识来源中啊归纳出正确的答案的啊这么一个能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能说啊，你给它投喂的这些知识信息本来就是正确的，整理出来一个低碳水饮食的啊知识库，然后投喂给它，然后在它这个范围之内啊，在这个正确的知识范围之内进行搜索、归纳跟整理，然后再给提供答案的话，那有可能是有所帮助的。我有不少朋友跟同学呢，也都试用过这个聊天机器人啊，各个方面的知识跟学问都有对它啊进行一番试验啊，
结果的话呢，它真的是很多地方错误百出，比如说把苏东坡啊说成元代以后的人，所以他的这个答案完全取决于他找到了什么样的知识来源。大家对聊天机器人有什么看法？欢迎一起交流。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跟着清华大叔随心所欲，轻松控糖。